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额头宽适合什么发型。一般来说，脸型讲究三庭五眼，额头宽一般指的是倒三角形。那么发型上的选择就要从视觉上修饰额头的宽度。那么额头宽适合什么样的发型呢？一、适当的留刘海，例如齐刘海、中分刘海、斜刘海都是可以有效修饰额头的。二、短发外翻，俏皮可爱，还可以适当的拉宽下巴部位的视觉效果，使倒三角的脸型弱化。以上呢就是适合额头宽的两种发型的简单介绍。